よし、みんな集まったな。で、何なんだ？黒ひげの目撃情報が入ったって話だ。あいつもこの世界に来てんのか。どうもマッターホルンとメキシコという場所でほぼ同時刻に目撃されたという話じゃ。例のレプリカか。どちらにせよ黒ひげがベノムズと接触したことは間違いないようじゃな。偽物だろうと本物だろうとまとめて全員ぶっ倒せばいいんだな。好，一小段剧情而已。马特洪峰，我记得蛮想买剑心的那个套装的。强化，我一直不知道我怎么强化自己技能呢、欸。道士设定。登录队伍。屏障，这不知道谁的，忘记了。7000块都是那个大绝啊，有些我好像不能用。床上求道玉，超烂的、啊。庐山百龙霸，感觉很烂。战斗的哀嚎，超灵丸。哎，真的有些不能用。看一下哦，元气弹可以，冲击可以，夜壶好像是因为我加入的是龙珠，就是悟空这一队，所以大部分才能用他的大血嘛。韩信文，那我先用那个全市长的，然后换一下技能，好。接任务，喂，哎，哦，太多了吧！天马圣斗士，啊，这集应该都是看一下、哦、我的，好。不好意思，我没有兴趣。哦，青铜圣斗士。
我靠呀！这招是很好用，你可以打飞他，然后马上接这招。他会追你耶，痛痛痛，快死了。我输了，第一次输，会这样吗？再一次，啊，再一次，是。我躲不过变身了，你还在那边？招式与决心打成无法逃脱。气死我了！打爆你！没有受伤吗？在我那个区域。青鸟的好处就是可以，它可以一直追，追到你位置。哇 ，Sasuke 好帅。那失去意识却没失去斗志啊！你是新石对吧？欢迎来到安布拉斯基地。真抱歉，给你们添麻烦了。你要记到什么时候？事情都过了。重点是最后你想怎么办，要尽全力去实现。说的对，谢谢你。抱歉，我来晚了，吵死人来了。继续，天龙的圣斗士，子龙，他怎么在这种地方？果然是这样。
为什么会知道这一点？这个晚点回答他说。哦，他也被控制了。这里是圣域，任何人都不许过。子龙，你不认得我了吗？子龙，你忘了是我圣斗士使命了吗？你有资格说人家，你自己都被控制了。子龙，我现在把你清醒过来。笑死了，你自己都被控制了，还说别人？天哪！你完了！哦，帅！哎，太近了，太近了！哦，好痛！我每次被觉醒都会打输。再一次，气死我！吓死我！还以为我被打到。没打中，嘿嘿。太远，太远了。哎，没打中。噔噔噔噔。怎么会是子龙？这是传说中圣斗士不分轩制的战斗，果真是千日战争。长官，不用担心，下一招都会决定胜负。
啊啊！哦，还以为还要打。咦，那究竟是？很抱歉，我不能说出那个人的名字。希望你们就当成你们所说的女神雅典娜的旨意。怎么这样啊？啊，说不定真的是那么一回事。这么说也对了，我龙心座子龙作为一名圣斗士，发誓将与这些军队并肩作战。我觉得就是使命角色太少了啊。好，收到。到底是要打多久啊？这来过好几遍了。My Melons Melons， 哇，全四郎啊！我的名字是全四郎。是将杀死你们的死神，他被黑暗地方操控了吗？因为你们导致世界被破坏，火焰所包围，是有许多无罪之人，你们要以死谢罪。那不是我们做的，你是被操控的。不，这股黑色的气场是哀伤之力。啊，等等等等，以及是为爱而战的觉悟。全市长哎，一拳就爆你了。啊，对对对对对，好了好了好了，这应该能选九九跟他打的比较好玩。哦，选市长不要过来。好强啊，好恐怖啊。哦呦，我靠呀，还没死啊。与伙伴的团结合作，成就解除。舒服，因为我的故乡也跟这也很像。嗯，这倒是。可是那股力量并非哀伤之力，也不是为了表现为爱而战的觉悟，而是操控着你的恶意。嘣嘣嘣嘣！为了拯救这个世界，也为了爱，好吧，我愿意与你们一同作战。哇，我们有全市长了。好，继续，大理死神。嗯，好。
黑色气场的少年，黑崎一护。据说他拥有死神的力量，你们千万小心那股力量。死神当然是像牡丹那样吧。这股气息是灵气，不对，是妖气吗？总之那是应该是那个家伙没错了。那家伙开始被地方的力量吞噬了。看我的，上！防御了。为什么他们可以飞啊？就可以绕一圈，可是我没办法。喂，为什么？哦，被反击是不是？对，哦，好强哦，这个就强了。我还是用主角好了。来吧，来吧，我打爆你！反击成功！哎，为什么？哦，吓我一跳。打的防御是怎样？好气！吓死我了！这里到底是啊，通通通，这拳是你们做的吗？很棒的一拳，对吧？是啊，都可以这拳让我清醒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一护跟优助的背景蛮像的，都是高中生嘛。
我们的世界里是满满是威尔食人型家伙。大理石神黑奇离户，那种比克披风脏脏的。这里是哪里？人还真的来了。你是谁？我的名字叫迪奥，你引起我迪奥的注意了，尽管感到光荣吧。你那股力量能不能让迪奥我看看呢？你有什么企图？这同以为本使人难忍，你这家伙。又被控制了。我真的觉得我40名角色，就是降魔系列的就40名，有点少，连飞影都没有。我被顶住哎。完全被定住。我靠呀，好痛！他说特别强，再打一次。太强了啦，干好腰嘞！我一直被定住，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好，来，这波信就是打不赢。中了吧？主角不会讲，我饶了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啊，早上打赢了，哦，好累啊。
哦、好多人。五人游戏。如果自以为是玩家的某人想帮我当棋子或手牌，我一定亲手打倒那个人。来来来来，原来真的有穿成那样。他露骨出糗，可是空有外表。据说他受到他世界里最知名的英雄认可，并在英雄育成学校里不断受训。肋骨出糗，快点让我打爆他！我给逮住才行。我太早放我没资格当英雄。一次败别就认定自己是三角犬吗？哦，麦特一样，真的最棒的英雄。好，还有一个。这个解完应该就换主线剧情了，不是啊？这一直是主线剧情啊，这是真正有语音的剧情。手持黑色巨剑的少年，反正他练剑的人，就算是敌人也照砍不误。哇，索隆来
来出这个任务实在太适合了。我比较好奇剑心跟自治村跟那个志雄什么时候会加入我们，太帅了。好了，到底是怎样了，砍砍看应该就知道了吧。好，继续。不斩人的武士，哦，匪声剑心，啊，那我热血沸腾了。那这是刽子手拔刀斋，是跟他打，他应该也不会杀了我们啊，对不对？这样讲是有道理。哦，这只熊啊，还在等这只熊。挡不掉。简单。怎么吗，剑心大哥？在下曾发过誓，不会再以刽子手拔刀斋的身份来挥剑。无论理由是什么，这下都无法原谅打破誓言的自己。我被剑心刚刚领砍的地方根本没怎么样啊！你看，啊，等，你没事吧？我留你是耐打，所以这点小伤不算什么，能贯彻不杀人的原则。所以这次刽子手拔刀斋并没有出现。匪声剑心决定暂时将剑献给这军队。Nice。